锋队女警长有出色的工作表现。我是警察，你是贼，你是坏人呐！是因为我太爱你才被你骗了，还是因为你的心太好骗了我？还有一堆好同事、好姐妹，生活过得非常幸福。警方办案是讲证据的，没证据不表示不是事实。给你骗子来砸自己招牌，开什么玩笑？像你这么下贱的人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每次只要瞄准目标，会立即采取积极的追捕行动。苏庆佩，我今天一定要抓到你。聪明的老鼠是不会被猫抓到的。可惜任务将近完成，都有人会搞破坏。屡败屡战的精神，不怕挫败的挑战，总有机会成功。面对贼匪重犯，更要面不改色，维持公义，服务市民，永不言悔的女警。至理时刻，女警爱作战，周一至周五，新出频道。